这边好像是外是要外传外旋。转外旋吗？这边是内内转转内内旋，旋，那边是外转外旋，是两个相反的。相反。这个拉一下，嗯，我讲二十个讲再踩，哦，就是我就发现他两只脚，高低不一样，哎，高低不一样，长脚啊，外转外旋一定是长脚。不喜欢钢琴啊。没空了。慢一下，再慢一下，马上好。那让它90度吗？需要90度的水。这个要打不开。这只脚也转，转到就不行做了。因为痛，它会痛，一直内旋嘛，拉过来。需要你这样90度跟内旋外旋有什么关系？不是，这样，它骨头是这样子的，弄这样上来，它转过来，这只脚外转外旋。
以前做都不怎么叫，最近就叫，所以我肿瘤比较大，内转内旋比较大，以前也是蛮大，以前没有这么厉害，这样吗？那痛了，伤了，伤了就不痛了。所以头一直都抬头。现在已经好多了，比以前好多前一阵子，他这个地方都会痛。他，我觉得他是这样旋得很厉害。就我这边去给他按摩，就这边现在比较没有在叫。我自己是觉得已经有一些。那骨盆呢是上，你叫你更准，你跟着叫准，肋骨会受到影响。哦。对这个地方按下去，他都痛。很轻的按摩，它就可以。那现在这边已经 OK， 没怎么样，没什么叫。一分钟。好。
洗下来放到那只手啊，嗯。你是平常的这个指甲倒下来，我都会拿东西帮它，这样。现在没关系。现在这左右都倒，让髋关节松掉。髋关节周边的肌肉韧带把它松掉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在，妈妈，我都不让她平常能够躺正躺。对，我就把它弄直的，不让她倒到哪一边去。平常正躺。对。让他的脚是在直的方向。像这个脚要不要给它用那个灯给它照照？嗯，会有帮，可以，会有帮助，啊，会帮助，有帮助。先停下来，刚也照。